天地满，我要来钓鱼了。今天约了钓鱼界的天花板，这位就是我可以碰你吗？哦好，这位就是邓刚老师。Hello，Hello， 大哥，给邓老师整不会了。今天钓鱼，你就放心，肯定没问题，一定能钓好。但是你有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谈价钱，这个靠你了。但是你得先化个妆，把这个装扮起来，这样我方便操作讲价。毕竟没有不被他盘的老板。300块钱两个小时，能不能便宜一点？200块钱吧。200，便宜一点吗？一百块钱，拿捏了，盘起来。你们该不会以为我要盘老板吧？钓鲤鱼用一些小饵，大概这么大。对对对，再往里面一拉，这就很结实了啊！当我这个手一松的时候，大家就看明白了吧？今天我是来学习的，完美。压线，好嘞，战斗姿势准备。这战斗姿势有点伤腰。你跟我说手要拿在这儿，这个拿在这儿，我还有什么姿势？打，好戏开场了，兄弟们。不行，这个我没经历。好大，这个劲太大了。哎呀，这里好大呀！我的耐心被这些大鱼给治愈了。大，来，这个小，您骗我，我以为是大鱼，这个太迷你了吧？哦，连网子都不需要网。这鱼有点欺负人了。大，哎呀！打了个空，哎，去哪里了？打，哎呀，好小啊！他这个水平这么小的，炸，小打的丢了，哎呀，重来，回来，他直接往青鱼窝子里面抛，教我一个大招啊！这还是自学成才不行啊！证明饵全掉了，是不是被鱼吃掉了？他把饵吃了，钩子没进去，这就是钩跟饵分离的原因。我发现了，上饵才是技术活。打，我的妈呀，看到没有？对，现在这姿势已经很帅了。挂饵没学会，先学会了帅气的姿势。哎，对，再把两个手又举高一点，太帅了，这哇，这好大！邓老师这个教学水平太高了，完美，拿捏了。叫兄弟们来学习钓鱼。打，哎呀，这个稍微大一点点。哎，好大！哎，红的，红的，又是新品种吗？这条漂亮，就是黄色的。这条鱼好漂亮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50块钱，那快放进去。我们的目标就是5只鸭、5只鸡、5只大鹅。这打个目标啊，我感觉我好难。交给您了，加油。我今天是盘邓老师的，需要帮忙吗，邓老师？我不去添麻烦了。来了。哎呀，什么家伙，这大劲！又一尾超大的。像换鸡呀、鸭呀、鹅啊这种事情交给男孩子就好了，我就负责貌美如花。我玩的就是西海岸。抖音。